我们这边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圈懒人包部分。首先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静音双子要有全新的地狱级了，这个角色对应到的就是劣等上等那首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MV。 这张静音双子的话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将虚拟歌手成员的休眠状态转为亢奋状态，虚拟歌手成员会再额外增加两回合亢奋状态，两回合内发动技能跟每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把队长跟战友直行服饰转化为光强，虚拟歌手成员追打火鼠两次，羁绊的部分是跟火二讲，有烧到角色猪会有增加一康的选项。那也是一个全新的39次极限挑战关卡，它的玩法就有点像中秋的迷50，每次使用的召唤兽都会及时列入禁用名单，反正你通关越多次，你能用的队长选择就越来越少。这张初音2023是 CD7 可以发动主动技，一回合内发动技能及回合结束的时候把所有符石添加为机械族符石，连级固定为23，光属性跟机械成员可以无视拼图还有敌人防御。再来，有没有看到这系列的专武防灼热来咯？如果队长是虚拟歌手成员的话，灼热地伤害会减少100%。哎呀，可惜啦，如果这张是给全机械的话会超屌，不过没关系，以补强这系列来说已经很有诚意了。最后的话一样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关卡，这张初音未来的话是木属性的妖精哦。对，你没看错，它就是跟我们自家卡梅乐蒂结合了。 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点击场上符石一次引爆该种符石以外的符石，掉落属性妖族强化珠，一回合内每首批消除一滴该种符石增加三康，最多可以帮你加到39。 OK， 以上是本周圈懒人包部分，带大家抢先看一下，大家对于接下来合作的活动还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